你深深地看着我，我却悄悄走过。下一句，你深深地看着我，我就悄悄走过，写在你的脸上，都是我毫不在意的什么失落。再两句，不在乎的我，你不知不觉就眼泪满眶。正确，哇！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是不是一声？是不是一声再见？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我们就变成朋友？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见了面就不再拥有？问候，问候。好，也算 OK。好好好，你要不要简单一点的？好，花心之类的。好，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还是那个啊，亲亲我的宝贝哈。好好好好，拉拉鲁拉拉，拉拉呼拉拉拉呼拉拉。答对了 ，OK， 好棒哦！华健哥果然是天王啊，什么都难不倒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好，大家自己回去对一下那个歌词，看看错了几个字，我就留一点面子给你了。假设歌单这么多，我们还有上下半场，有侠客行，有少年游，可见歌单满满满。请问这位提字机天王，您准备好了吗？我应该还是目前在歌坛里面提词机最多数量的冠军拥有者嘛，对不对？这不值得骄傲啊，建哥，您怎么有一种很得意的感觉？你知道，一般来讲，怎么样？叫舞台，哎，一个两个三个，最后这边等数，那边等数，一直双数的嘛。双数。对，只有我演唱会是，我提示就是单数，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呢？除了应该有的基本配置，左右各一个。有一次有个 catwalk， 我要走到很前面，我有一个提示就是活动的，跟着我走的。我的天哪！对，我懂，你走过去。说老实话，应该是两个活动的。对，就啊，因为我一直看这边就没看那边了。不要接。对那边的观众不公平啊！哇，有道理哦，有道理哦。我骄傲到什么地步啊？是，身为侠客，总要有一些暗器啊。是是，因为侠客的部分，啊，不止我自己曾经唱过的作品。有一些其实在整个九零年代很多都是很红很红很流行的那个武侠剧的主题曲，那只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很合适。第一个我自己应该不太根本就不跳舞，所以那个如果在侠客的部分的时候可以把华丽的部分把它表现出来，工程还蛮大的，可是很好的挑战啊，挑战。所以预计应该会超时吧，就罚点钱吧，超时顺着走吧，顺着走。回到后半段的少年的部分，就真的是很多跟大家大合唱。如果他真的是快乐的话，还就别赶我们走了啊！这个罚款也可以打个折吧，通情达理一点嘛。